菲律变成比，因为啊，菲律和比可以互相转化，所有的菲律都能化成比。我就是焦虑研究数学的呀，十几天可能有点睡反觉了吧，晚上他不太睡呀，因为很无聊了嘛，我也抱着他的时候，我就干脆讲自己最擅长的吧。那个老师说，你赶紧把这个语文和英语也给他讲了，别到时候偏科。